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大家加入差不多了。好，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 Alpha Camp 的课程说明会。然后我是今天的分享，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Daniel。然后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今天的讲者跟分享者。好，今天的话会有我们半年成功转职的实例是 Chris，然后他是 AC 的毕业的校友，然后现在也是同时是 AC 的助教，然后同时与会的还有我们的 Victor 是 Alpha Camp 的学习总教练，然后我是行销的 Daniel。好，那在今天的活动一开始的地方，先跟大家说明，就是稍后我们会先有针对于比较多人的一些提问，在简报上用PPT 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些说明，然后到后半的时候，我们会移动到 Slido 上去一一回复大家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讲者有任何好奇、想要了解的东西，都可以在 Slido 里面提问。那也麻烦就是我们小编再帮我丢一次 Slido 的连接到对话框。如果你是不方便扫描的朋友，也可以从对话框里面的连接进行提问，这样子。好，然后在开始前还是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就是因为今天在会议室里的朋友们其实非常多，所以如果在没有需要提问或发言的时候，希望大家是保持着麦克风静音的状况。然后如果你需要提问或是对于问题去投票的话，请点击这个 Slido 连接。但如果你是遇到了现在视讯上你看不到画面或是音讯有问题的话，就欢迎在 Zoom 用第一时间的方式让我们知道。然后今天在最后的地方会有活动的回馈单跟专属的优惠，就是希望可以邀请大家可以就是跟我们待到最后一刻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活动预计会在9点的时候结束。好，那刚开始就是想要先认识一下大家，就是现在在这个会议室里的大家是什么样的身份？如果你是跟 AC 很熟，已经是 AC 现在的学生或校友的话，麻烦在对话框帮我打一个一。那如果你是对于学习程式这个主题很感兴趣，而且学过网页开发的人，麻烦你帮我打个二。那如果你是对于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人，但是你还没有接触过网页开发的人，希望你帮我打一个三。好，我看到非常多的数字跳出来了，好像三占了比较多数，也有一些的一、二的人相对少了一些。再给大家大概二三十秒钟，我再收集一下大家的答案。哦，也有一，他是学期二之一的 Andrew。OK，三，好。大概知道了，所以今天好像应该许多朋友都是还对于写程式这个主题有感兴趣，但是还没有接触过网页开发课程的朋友。好，那所以今天的话，因为不确定在座的各位对于 Alpha Camp 的认识多少，所以待会我会先简单介绍一下 Alpha Camp 的角色跟我们提供的课程的东西。那再来的话，会先让 Chris 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跟他的求职经验分享，跟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他是在半年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再来的话，今天会有很大一段时间是以 Q&A 的方式，就是跟大家互动。那最后的话，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Alpha Camp 提供给大家的方案，然后你可以怎么帮助到在座的各位完成半年转职的任务，这样子。好，那再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不确定大家就是刚回答三的一些朋友对于程式的粗浅认识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是有试着写过那种 Hello World 的人的话，就是或许你可以会感受到这张图会更明确的有共感这样子。但这张图我们常常都在说，就是为什么学程式会这么难，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对于电脑做了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你会很快的看到具体的回馈。可是当到了中间的时候，你会随着就是你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广的时候，你会突然会丧失信心，然后需要很用力的去持续进步，才会让你可以在就是后续的学习路上会就是获得的更好。所以，我们大致上我们在 AC 辅导了这么多学员的状况下，我们发现最大的其实是三个挑战。第一个是从刚开始学的 Hello World 之后，然后开始
学的越来越多东西之后，你发现其实你可以选择的资源密度是非常高的。网络上其实有很多的，不论是别人写过的程式码，或者是公开的课程资源，这些东西线上免费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多的。再来是，如果你就是开始去接触这些东西，然后到了就是更深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的知识广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程式可以帮你完成的任务非常的多元。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会很有点无力，说我到底该选择什么才是正确的。然后以及在这段时间，你其实在持续进步的过程中，是一个在持续在解题的过程。那这样子的思考，如果没有一个很有系统性的规划的资源去辅导你的时候，其实你在这里面的时间投入会产生了很大的焦虑。这是我们在很多的不论是 AC 学员或是其他学程式的同学中常常拿到的 feedback。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学程式的话，我就会先有一个问题是说，你想要学什么语言才是好的选项？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来看一下市场上现在主流的语言是什么。那现在市场上其实最多职缺的种类的话，其实是以 JavaScript 的语言为主，它是一个在网页设计上的就是蛮普遍的语言。那后面当然还有一些 Python、SQL 这些东西，但是也就是因为在 JavaScript 的职缺其实非常非常多，所以 AlphaCamp 提供的最主要的是以 JavaScript 为主的全端 Web App 开发。那这件事情刚刚第一个有讲到说，就是全球有70%的雇主都在找 JavaScript 的人才。那再更进一步的跟大家说明一下的话，其实网页的开发其实会大致上我们会叫做有分前端跟后端。那如果前后端的人都做，就会叫全端这样子。那前端的人大致上负责的事情是网站的外观跟使用者的互动界面。那后端的话，就是应用程式的所有功能，包含它要跟资料库互动、资料结构跟演算法，都属于后端的范畴。那我们希望大家学了这个东西的 JavaScript 的前后端的东西之后，它是可以实际上被应用来解决生活或商业中的问题，而不是只有写一个程式，但是它没有帮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的时候，那它就相对的价值就会不那么被显现出来。所以 AlphaCamp 提供的为什么叫做以 JavaScript 为主的全端 Web App 开发，就是这样子的逻辑，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刚刚有讲到说学习的资源非常大，然后学习的历程也非常久，所以我们在 AC 的规划上，其实把这么大量的所需要的投入都把大目标拆成了小目标。大致上来说，AC 把从零基础到你可以真的去业界成为一个工程师的学习过程，分成了学期一到三个阶段。那第一个学期大致上是做程式设计入门，第二个阶段的话会让你到了实务可以去做网页的开发。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会更进到就是业界的实战的东西，就是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所以举例来说，像业界现在主流的分工方式是前后端是前后分离的协作，也就是有前端工程师跟后端工程师共同分工去开发出这样子的Web App 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课程设计上回应这个题目。所以在学期二至三的时候，我们就会邀请同学开始进行前后端的选择，挑选一个你比较有兴趣，也觉得你可以学得比较好的地方进行转修。那到学期三的时候，你会进入更多的团体的互动的，就是专案的实务开发这样子。好，那刚才讲到说学习的过程很长，那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在网络上有一些就是学习资源的接触的经验，但是其实 AlphaCamp 提供的东西并不是只有一个单向的知识输入而已，我们相信的东西是这些的知识输入之后，其实需要被你用你的方式去理解、转译、实践之后，它才能真正变成你实务上可以操作的实例。所以在 AC 的教材设计上，我们除了有很多的，不论是影片的教学资源、文件的教学资源之外，我们会提供你很多实例的作业。那在这边列到的，就是我们在从学期一到学期三的过程，会分别接触到的不同的专案，这样子。好，那先让大家简单知道一下，就是 AC 目前有一个就是半年转职挑战是正在开放进行报名的。那刚刚讲到学期一到学期三的过程，因为它过往的学习设计是一个大概需要6到9个月的
过程，但是我们在很多的毕业生已经体验过这样的课程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如果你的学习意愿跟目标够强烈的时候，在现行的 AC 提供的教育资源中是有办法加速帮助你达到这个就是这个目标的，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自修的完成学期一加学期二去加快学习速度这样子。那详细的一些关于这个活动的细节我就稍后再介绍。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把时间交给 Chris， 让大家Chris 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是怎么开始他的程式学习之路到现在的整职工程师这样子。好，邀请 Chris。OK， 好，嗨，大家好，我是 Chris， 是 AC 的毕业校友，那目前是在 QNAP 担任软体工程师。那先来跟大家讲讲我的背景，我是毕业于国立台湾航空大学商政学系。那之前呢是有在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呢，还有交通部航港局工作过，都是跟航海有相关的。那负责的是航岸的业务。那除了上班之外呢，假日也有去进修航运专班。那有一天呢，学校就要报告自己的工作内容，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跟收集有关于航岸的相关资料，然后就突然发现有一篇论文呢是用类神经网络来预测海难的次数。那当时只会用 Excel 统计的我来说实在是太震惊。完全不晓得，电脑有办法做成这样子。从那天起呢，就开启了我对电脑与程式语言的兴趣。那刚好那阵子疫情爆发，然后就开始居家上班。那因为在家时间比较多，所以我就开始思考，现在这个工作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那随后就想起我那篇类神经网络论文，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往这方面来尝试？那因为我是行动派的，所以我只要给自己有冲动机会，就没有机会可以后悔。那最一开始呢，是去想说是去考资工所，然后来发展。因为我那时候想说，非本科系如果没有拿到一个学历的话，很难在业界拿到 offer。但是现在想想，其实也没有差多少。那当时呢是10月离职，2月考试。那整体时间大概准备5个月就上考场。那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要考就考最好，所以只报名了台清交三间。那想当然就只准备5个月时间，要一次在1600人脱口演出，那是一定有难度，所以最后还是就是落榜。那落榜之后就开始思考，我是要继续考试呢，还是来直接实做程式？因为毕竟那时候都还没真正写过程式的经验嘛。后来想想，考试的成本、时间成本太高了，所以呢，当时就直接想说，那我直接去报名程式班。那一开始是报名想说去报名资测会，那就先上网去爬一些影片，在查 YT 影片的时候，就发现跳出很多 AC 相关的影片，然后就开始慢慢了解到，有 AC 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那后面会有更详细的说明，我为什么会选择 AC 的原因。那这边先简单就自我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好，谢谢 Chris 的简单的介绍。好，那再来的话，我觉得就是 Chris 从学习到转职这很长的历程，就是也正好其实是就是今天在大家的会前的提问里面有就是大致上都有被 cover 到这样子，所以我想说我们就直接进到 Q&A 的环节。那先让大家知道一下说就是。稍微整理了一下，大家今天在会前的提问的时候，最多人问的其实是说，如果我是非本科系的人，如果我是零基础的，包含我可能是我看到很多人说我是商科的、文科的，就是外语的，那我做得到这件事情吗？对，这是最多人的提问。然后再来的话，第二多的人问到的是在职的进修跟时间的安排，其次的话是职涯的发展，然后再来有人问到说求职的不论是资源或是支援，或者是在作品集的准备。那其次是关于学习的资源，那有人提到说，会不会其实年纪是一个问题？那这些东西我们都有收到大家的会前提问，所以就是稍后会一一的为大家解答这样子。好，那第一个问题就要先问说，刚刚 Chris 有稍微提到说为什么选择 AC，那就是有更多就是在除了看到 YouTube 之后，就是启动你就是真正决定开始在 AC 学习的关键这些想法。好，那这边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几点，因为 AC 是线上的机构，那它可以免去通勤时间，因为大家其实通勤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一来一去这样子，时间上其实就耗费很多时间。那第二个是它可以重复的学习跟复习，
大家也有在学校上过课，实体上过课嘛？有时候一个晃神，那可能进度就落后一大半。但是 AC 它是可以让你自主去学习，可以让你准备好，你精神充足的时候去冲刺学习。那其实这个效率上来说就提高非常多。那第三个是 AC 其实也跟很多新创公司合作，那毕业后也其实也可以借由 AC 来帮你做内推，然后活动呢也非常的多，像是读书会。还有每周，那时候好像是每周三吧，就会有个工作坊，都会有请一个助教，业界的助教来跟你一起实做程式。然后社群呢，你也可以一直问问题，就其实不怕你不问，对，就其实大家都很愿意可以帮忙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大家也都一起教学相长。那纵观以上的这几点因素呢，是我后来决定选择 AC 的最主要的原因。嗯，了解。那这边的话，我也同步想要问一下 Victor 啊，对不起，我刚刚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下，Victor 是除了是 AC 的AlphaCamp 的学习总教练之外，也是旋转拍卖的前工程总监，所以在业界也是非常资深的大这样子。对，那我想要在这边邀请一下，就是 Victor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说你觉得 AC 就是跟其他的教学资源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好，那个可以帮我跳到下一页。好，那我觉得 AC 在教学上，其实有蛮多就是自学或教学平台，他们就是会可能提供你一个自学学习的平台。那我们自己的话也有，那就是说我们称它为 Lighthouse。那 Lighthouse 上面的话，就是那种看教案啊，然后完成作业啊，找教作业的话，以及跟助教。讨论主要都是透过我们的学习平台。那线上工作坊的话，大概每2周会有一次。那不同的助教会依照不同的主题分享，可能是程式逻辑拆解啊，如何就是把一个大的问题拆解成一个可以完成的一个不同层级的一个 task 之类的。那你也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线上工作坊，跟其他就是班上的同学一起线上共同学习。那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及时问，及时得到回答。那其余的时候，就像刚刚 Chris 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有一个一起学的一个我们的一个 Discord 的社群。那上面的话，当然除了就是聊关于就是学习啊，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帮其他人解答之外，这类型的讨论之外，其实也有蛮多就是互相取暖啊，每天打卡的动作，大家都其实都有在执行啦。那我觉得就是综合这3点，其实就是无论如何，只要你学习，你担心你孤单的话，其实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就是让你跟我们的社群或其他的同学学员一起互动。那我们这也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活动，那麻烦 Daniel 帮我跳到下一页，那就是我们所谓称它为，对，我们称为飞行模式的这个学习室。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自修室的概念。那我们其实会有所谓的一位领航员，那领航员的话其实也是 AC 的学员，他会带领大家就是。你自己定一个你的学习目标，但在这时间可能是1小时到3小时的时间内大家就会专注的把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可能是学习目标或者是自己的作品集等等完成，然后到最后就会有一个自由分享的时间。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会开始这个学习室，也是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学员自己提起的，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社群学员自己带领的活动。啊，无论是你无法专心啊，还是你有拖延症啊等等的，参加飞航模式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不定期也是会有一些助教啊，跟学习教练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飞航学习室里。那下一页我们这里有一些过去飞航员大家学长学姐的一些真心话。那刚好这边就。这一页是刚好另外一个 Chris 跟我们今天的 Chris 不是一样的人，但他们都是有参加我们的 Chris 跟 Adrian 都是有参加我们的这个飞航模式的学习室，那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好的一种激励，也是可以透过其他的学员来促使自己完成自己像是作业啊或自己的作品集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啊。好。那最后，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在意的是，诶，我到底今天是买了一个，是一一就是一门课吗？是一个技术的教案吗？那其实依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很多的学员都说，其实 AC 社群真的比较独特，也是比较
就特别的地方就是大家除了就是一起共同努力往前往那个目标之外，那也是有这个所谓人与人的互动。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也是记得，就是学习努力总之成功，并不是一个人的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个人自己完成，但如果透过社群的力量一起完成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哎，这条路并不孤独。好，谢谢 Victor 的分享。那下一题的话，有蛮多的人都问到说，非本科系跟零基础怎么开始？然后刚刚有稍微提到说，Chris 其实是数学跟商传系的，对不对？那你觉得，你算零基础的人吗？然后你觉得，在开始的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其实觉得学的相对顺呢？邀请 Chris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因为我其实也算是非本科系了，因为虽然我读的是数学系，但是其实我大一的时候也有修过程式语言的课，然后那时候对程式语言完全没有概念，然后期中考考个30几分之后，期末考就不去考了，所以那时候完全就是等于没学啊。那说非本科系零基础怎么开始呢？其实 AC 这边学期一就非常的友善，它就是会带你怎么去认识语言，那怎么去画流程图，那从零到一怎么去规划？那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不管是程式还是你在学习上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本科系这个就不会是太就是求职上的一个弱点，反而是一种优点，就是你怎么去展现出你的学习的动机，跟你是如何去学习这样子。那开始的部分怎么开始？那 AC 就会有一套它的教学流程，然后带领你一起到城市的世界里，这样子。好，那关于这个怎么开始，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学习总教练 Victor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这里的话就用学期一的课程来，就是举个例子，让大家可以理解 AC 教学的方式。那第一的话，其实学习一大，我觉得建立所谓的那个程式逻辑是相当重要的嘛，因为一旦这个基础打好，那接下来就会对于你未来在学习更复杂、更困难的，就是程式的语言的啊那些逻辑什么的话，就会有蛮有帮助的。那我们除了就是建立所谓的程式逻辑之外，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就是，快点就能在手边上有一个所谓的产品。那这个产品的话，就是透过这个先让你有个网页开发的那个整体观，有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完成一个自己的算是的网页。所以就是除了逻辑之外，其实也会让你很快的就能上手，能够完成一个简单的作品。下一页，那这里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就例如网页切板的话，刚刚有说嘛，就是个人的作品，像是自己的履历的页面啊，或者会有不同的情境，可能是未来工作上会需要帮人家设计一个就是线上的这个名片卡，那或者也有就是游戏的，透过游戏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去考验大家就是在程式逻辑上的理解，那以及网页切板的知识，这也会有综合的，像是这种综合的作业。错，那很多时候，大家未来也会参与，就是可能甚至产品开发的公司。那产品开发公司，他们不只在意的是你的技术能力，那也要了解，就是产品开发的过程是如何的，如何从一个 U 去理解一个 user story 是如何开始写的，然后之后呢，那到了就是有草稿 wireframe 的部分，那最后就是 user flow 如何从这三个之间就是了解的整个产品开发的过程，对。然后最后呢，刚刚我有提到就是程式的那个设计的逻辑嘛，那下一页，没错。那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到了可能是 if else 啊，在学习的时候觉得啊，好难理解，就是这到底是在干嘛？那我们就如果是以这个为例子的话，我们其实有把流程图的范例就是列给大家。协助大家可以理解。那我们也会透过可能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线上工作坊。那我们也会有助教，就是把各种所谓看起来像是难题的作业问题来，他们会教你如何去拆解，然后从虚拟码开始流程化啊，把它图化，那之后才开始写 code。这样的话，其实也对，相信都是对大家会非常有帮助的。哦，
谢谢 Victor 的回复。那再来的话，也蛮多人问到的是说，就是如果我还在职的话，我是有办法同时进修完成课程或是求职的吗？是怎么分配这个时间的？那这边的话，我想要先邀请 Chris 分享一下当初自己在就是学习的过程，你是在职吗？或者是怎么样安排你的时间？好，这部分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报名 AC 的时候，我是完全离职的状态，就是前一个工作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还有去朋友的那个餐厅打工，所以我上班时间是从早上到下午2点。然后我真正开始学习的时间大概是3、4点之后开始学习到晚上。那这个因为 AC 的课程，它是一周一周为一个基准点这样子。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礼拜日就会截止，所以我都会，我的习惯是提前在礼拜五、礼拜六之前就先完成，然后礼拜日时间就可以拿来复习，或者是再去学习其他的新知识。然后这部分的话，会随着你的那个学习，比如说学习一、学习二、学习三开始，你的时间会。学习时间会越来越长，所以到最后，你就可能就要看你自己的时间要怎么去评估，让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可以学习刚好那一周的一个课程，这样子。好，了解。然后，我想要邀请一下 Victor 分享一下，说我们通常在 AC 的学员会怎么建议，如果你是在职的状况去分配时间的。好，那下一页会有这一张图嘛？那这张图就是我们大部分 AC 的学员都是有正职工作的，所以他们在安、啊、我们在帮忙，就是也是在建议学习规划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个高频次短间隔的这个方式了。那我们当然是不建议的，就是大家就是拖到可能周末的时候才一次把所有的。教案啊，跟作业都写完。那对你来说，其实如果一周间，你都有可能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的时候都有，稍微练习也有复习的话，那其实对你自己来说，就是第一就是作业，你可以给我们的助教多点时间给你回馈，那你也有多一点练习的机会。那周末的时候，通常大家都在赶功课，可能在赶作业，或者就是冲业绩等等的。的时候呢，压力比较大，可能周末就想休息。但周末如果可以保留下来，给自己有更多的思考时间或者复习的话，其实是最好的。所以这些就是这个是我们 AC 综合了过去带领这么多学员啊，然后有这么多毕业生，这、就是我们萃取的最好的，所以我们推荐的学习的一个规划。然后也补充一下，是说如果在大家刚开始接触一门知识的时候，如果把时间全部都集中在六日这段时间的话，那其实1到5这种很长的间隔，其实你的记忆是衰退得更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推荐所谓的高频次短间隔的这种学习节奏这样子。好，谢谢 Victor 的回复。那再来的话，想问一下说，就是除了 AC 教材，就是 Quiz 在学习的时候，之前有搭配了其他的外部的学习资源吗？这部分的话，其实 AC 给的基础教材就已经非常足够了。那如果你想要一些外部学习资源的话，那当然就是看你个人的需求。比如说，像我之前要做作业的时候，有想说要优化，然后就去找，怎么去把你的数据做个圆饼图的呈现。那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会上网查有关相关的知识去学习。那大部分的话来讲，其实 AC 的课程就足够让你学习了，你应该没有多余的时间会去学习其他外部的资源这样子。好，然后我想要邀请一下 Victor 跟我分享一下说，就是就是不论是 AC 的课程设计上，就是有没有或者是之前在经过发现，就是可能持续的业界的程式语言在更新的过程中，你会觉得需要搭配其他的外部资源吗？会，但 AC 就是我们在教学方式，就是会逐渐的推荐，也会推选，就是去开始阅读一些像是官方的文件，那可能是你在学习一个新的框架，
或者工具的时候，我们也会搭配就是他们的官方的文件。那阅读官方文件这个能力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可能你未来开始工作之后，或者你可能在职场上需要学习一个全新的工具啊或框架，那个时候当然就没有教案可以陪着你。这种时候你就要有可以阅读官方文件的能力了。所以我 AC 教的不只是我们的教案，那当然也有就是这些比较我们所谓的阅读啊学习的能力。对，所以我觉得，AlphaCamp 提供的东西就是，我们不希望只会教你程式而已，也希望教会你怎么学习，然后跟这个产业接轨。所以接触日新月异的技术文件，也都是我们在这一块的学习过程中会赋予给就是各位学员的能力这样子。好，那再下一题的话是，有人就问到说，AC 有提供求职的资源吗？有没有帮忙媒合这件事？刚刚 Chris 好像稍微提到一点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资讯？求职支持这部分，AC 都会定期的去举办一个叫求职小组，然后他们就是会从每个学员他去面试的经验，然后带回来给大家，然后大家就借这些机会去讨论，去看怎么样去精进自己，怎么让面试更好。那我这部分的话，因为我是在学习二至三的时候就先拿到 offer，所以后面就没有再。借由 AC 来帮忙做媒合的动作，这样子，所以这部分我比较没有实际的体验，这样子。那这部分可以请那个 Luther 大大来补充一下。好，邀请邱大大。好，所以大家一旦在 AC，如果是在 AC 上课的话，到了大概学期三，就会解锁一个所谓的求职的攻略啦。那攻略里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可能技术的问题啊，求职上你会遇到的情境啊，跟我们 AC 提供的一些情境的解答等等的。那我就像 Chris 刚说的，的确就是有一个求职小组，也是算是一个读书会。那我们 AC 其实最近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尝试，我们也会提供一些比较一些新的求职资源。那这就先请 Daniel 对。那求职列车的话，大家回到这里，那个求职列车的话是我们去年底今年初推出的一个新的实验。因为其实透过求职小组，我们有发现其实大家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有框架的方式去架构的方式去让你知道我应该如何去思考求职。这一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可能我们很多毕业生就卡在一直不断的看那些职缺啊，不太确定该投还是不该投，所以我们有透过了一个6周的一个这样的活动，其实是7周了，但是6周的一个这样的活动给学员一些求职的建议，那可能哪一周会做 side project，然后我们每周就会固定的跟他们 check in。那也会，我们也会安排就是资深的助教来帮忙协助，就是履历健全啊等等的。那这个的话，AC 这里我们也会不断的就是一直在尝试去年底今年初我们开始就有这些新的尝试嘛。所以今年的话，大家如果参加 AC 的话，你可能会看到不同形式但是也是像是我们这就是我们 AC 提供的职涯的资源啦。那下一页的话，刚刚大家应该有稍微看到，那就是我们的求职的 support group 在 support group 的时候，大家就会同时就是算是同一个时间会开始就是一起找工作。那除了就是分享最近期的求职的一些动态啊，你自己的面试的经历以外，他们也会交换就是所谓的求职的策略，然后也会稍微讨论一下市场的动态啦。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我们。所以其实这个我刚刚就是有提到，社群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因为 AC 提供的不只是教大家写程式的能力，也都是希望跟大家跟产业接轨，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其实也都是很用心跟用力的在帮助大家完成转职的任务。所以，如果你只要有这个目标有心的话，加入 AC 就是觉得 OK 的。好，那再来的话，准备面试这件事情，就是作品集好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想要问一下 Chris，当初在刚刚听到了说，你甚至还没有进学习站，在二至三的时候就拿到了 offer，那你的作品集是怎么准备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好，其实当时我没有想说要把那么早把履历放在求职网上，所以那时候 AC 有个导生活动，就是可以跟业界导师问职业发展的问题。那时候有个表单的栏位，就是可以放履历的地方，可以让导师更认识你。然后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呢，重新打造一下自己的个人履历，也把作品集放上去。
那这个作品集其实因为那时候经验还没有很丰富嘛，所以我就是其实就是把课程的作业再修改一下。那我当时候放的是学期22的那个纸牌翻盘的游戏，对，就这个。然后我放上去之后，哎，结果没想到过2天之后就有一个博弈也发送面试的邀请。那当时候因为我想说我还很菜，我就想说没有要去面试，就还没有准备好。但其实AC 的同学就一直鼓励我，就是说啊去面试看看啦、啊，就是当个经验嘛。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面试一个经验。那因为他要的是 C 语言的工程师，然后我是学 JavaScript，所以后来结果是第一次结果是不如预期啊。但是其实就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贵经验，我开始从此开始找到慢慢找到我工程师的面试的节奏。然后有几个关键的求职的一个 key point，我后面会慢慢补充，对不对？后面有几个题目可以慢慢补充。好，那再来的话，我想要问一下 Victor，就是作为之前要面试许多工程师的这个技术主管来说的话，我想要问一下说你在面试人选的时候，通常会在意就是看到，在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作品，或是在作品里面可以展现出什么样的能力，这样。因为作品集的，我觉得以面试官的角度来说的话，作品集主要是让我们了解你是否有所谓的实战的能力嘛。那实战的能力就是是否能够完成一个独立，就是可以是个简单规模小的作品，但我觉得完整度要高。那如果你会，如果我看过最好的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如果是一个网页，像是一个翻牌游戏作业的话，能够让我就是在线上直接跟你的产品就是接触，截图是 OK 的，但就是如果我有机会接触的话，我也可以了解，诶，你在你的你有花很多心思在上面吗？他的你思考，你有把各种情境啊都考虑进去吗？等等的，那我一旦看到一个很完整，然后也是很完整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好，这个人有一定的实战能力，那绝对要去一面、二面的话都没有问题。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总结一下刚刚听到的东西是说，既然我们已经知道 Web App 是这个，或是即便不是 Web，就是 App 这件事情是要解决一个商业问题或是一个生活情境中的问题，所以把这个情境它需要应用的各个接触的面向或节点的情境全部都思考完，可以完整呈现，看起来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我想要问，就是刚刚好像 Chris 有讲到说，就是你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心法，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么快拿到 offer 的关键是什么原因？这样子。OK，我这边有整理个几个关键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提早放履历，然后随时更新，因为我后来发现好像104就是你在求职的那些人啊，你如果是常常更新的话，你的排序应该是在前面，就是你是最新的嘛，对，所以如果你随时更新，然后也做好自己的求职准备，那你的曝光度就会提高。那第二个就是，你不要等到完全都准备好才要去面试，因为永远不可能会有准备好那一天。那第二个，面试就像开发产品一样，你要一直不断去 try and error，你要一直去尝试，一直去尝试，清楚这地方在哪里，然后如何去改进，然后去改善这样子。然后到现在呢，其实也都有几个不错的面试邀约，让我去面试这样子。然后我也是会挑几个我觉得不错的面试，然后去尝试，就是让自己保持在那种面试的敏锐度这样子。了解，所以你觉得面试的手感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这样子。对。好，那我想要问哦，你觉得就是如果是在场的同学的话，有机会比你更快转职吗？你对于这件事情觉得怎么样？当然是有可能比我更快转职，但是我觉得与其更快转职，我更重视比我更扎实、更有实力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你其实把自己的实力提升，那你机会一来，你就可以把握住，就可以直接跳槽到软体工程师。那如果只是追求快速的话，那有时候你扎实，那个基础不是很扎实，那其实很快面试一下就识破。所以我觉得扎实的能力更重要。了解，好，那刚刚讲到说有没有机会比
Chris 更快转职，我这边也要跟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说现在 AC 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方案。这边就是我的工商时间。好，那我们在 Alpha Camp 刚刚有稍微提到说，就是我们现在 Alpha Camp 在进行的是半人转职工程师挑战的活动。那邀请了大家是你可以从自修这件事情来启动你的第一步的学习。那不论是有基础或没有基础，我们其实都非常建议你参加这个方案。而且这是我们今年就是算是最优惠的一场活动了，就是在 AC 应该是，如果有些朋友可能以前稍微接触过 AC 的话，应该是从来没有看过64折的这种优惠的。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很大量的成功学员的经验跟这些累积下来的资产，就是帮助大家是有一个很好的资源跟平台，或包括刚才讲的社群，可以让你半年就转职成工程师。那具体的来说的话，这件事情大概会分成三个阶段，我叫做它是自修进度班跟转职。好，那所谓的自修的话，就是在前面学期一跟学期二的状况下，过往来说，AC 其实很多的学员是经过就是每周的进度班去达成这件事情的。但是我们在透过教材的持续累积，大家的互动优化的内容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大家是有办法，就是更快的完成这件事情的。所以在这一次的规划中，其实我们让学期一跟学期二的这些自修的过程，加总大概是230个小时的投入，是可以让大家自由去做配速的。所以举例来说，就是有人刚刚讲到说，哎，我现在是在职工作的人，我可能一周大概造成刚刚比如说刚刚 Victor 分享的那个135加周日的学习，我大概可以挪出个15个小时，那这是 OK 的。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我现在就是专心要转职，我就是1到5都可以学习的这种状况下的话，你一周你要30个小时、40个小时，绝对也都是 OK 的。对，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我会让大家自由的去配速学习。那刚刚有分享到说，学期三之后会有一些小组的专案实作，跟它其实是一个业界的能力的考核，跟要搭配一下就是求职小组这些资源上的话，所以在学期三的地方，我们的规划是你必须要通过了学期二之三，就是学期二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期末的基础验收之后，加入了学期三。那加入学期三的进度班之后，这边我们就还是会让你就是经过一个8周的比较扎实的软体工程师的养成，也会经过小组的合作的专案实作，持续累积你的作品集。那除了刚刚 Chris 有提到他自己在做的翻拍专案，后面还有更多有趣的专案会发生在这个阶段。那在这个完成之后，就是进到了刚刚就是Victor 有跟我们分享到的求职列车。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不只是 AC 提供的求职资源给大家，作为同样在求职的人，这个跟你一起念书的这些同侪也都是很宝贵的资源，你们会有一样的烦恼、一样的洞察，所以在这个时候，别人看到的一些东西，如果可以分享给你的话，其实是可以很好的有效帮助你去找到破除你目前的问题，去达成这个转职的目标的。那刚刚讲到说有基础跟没基础都可以达成的话，该怎么做呢？那以今年的规划来说的话，2023在AC 的开课日程表上，学期三目前还有剩下2个班次的开课时间，分别会在4月24号跟7月10号2个时间点发生。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稍后可以到了 AC 的官方网站去看这一段的就是关于规则的一些细部说明的话，我们会要求大家在开课的大概前十几天通过了技术验收，然后才能报名这样子的课程。好，所以假设我今天用一个有基础，或许你可能在其他地方接触了一些程式JavaScript 的学习资源的人，你想要开始加入的话，为什么这个东西适合你？是假设你想要加入以4月班的这个进度班为目标，你要在4月14号通过技术验收，那你可以从今天开始，从学期二之二，我就举例用学期二之二开始，那每周大约投入15个小时，然后大概一个月左右会累积60个小时的学习时间，然后接着到了学期二之三，有分前后端的技术分流，开始完成学习之后，接着你还会需要几天的时间去完成你的期末考的题目，通过了技术验收之后，那这个技术验收其实是不限提交次数的，每一次你在提交之后，我们的助教都会在3天内回复给你，所以你越早的开始启动学习，越早的提交你的答案的话，你就有越多的时间去持续的修正你的答案，然后就会越高几率通过你的技术验收。那再来的话，你就会加入8周的进度班的学习。那后面的话还有专案实作、作品集跟求职。当然，如果你跟 Chris 一样厉害，可以在这个阶段就有很充足的准备的话，当然我们觉得你要更早的达成目标，绝对也都是 OK 的。
好，那因为今天已经要到2月15，所以我不那么确定大家对于就是如果是零基础的学员在在职进修的话，你可以投入多少时间？所以我暂时先用了一个7月10号开课的版本去规划了一个右边的学习路径。那我相信大家在学习的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会是一个比较棘手，需要练习这个手感或是慢慢养成习惯的这件事情。所以相较于左边的状况来说，我会希望同学们就是在建议大家可以不一定要在第一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啊，我一个礼拜就要投30个小时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回归到本人的本性来说，这件事可能是有一点点困难的。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假设你是希望加入7月10号的进度班的话，我会希望你可以，例如说用每周10个小时的时间开始学期一的自修，那再来的话会慢慢加大你的学习分量，以每周15个小时的速度持续稳定的学习之后，你就可以就是定时的养成这个习惯，你就开始不会那么的抗拒它，你会慢慢找到你慢慢解题的一个节奏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持续的完成了学期2至1到2至3的自修，通过了基础验收。那在开课之前的话，或许你还有一点小小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其实学期三的因为 Chris 也是从学期三毕业出来的学员，应该知道说学期三的难度又是更提升，更业界接轨的，所以如果你已经通过这件事，然后开始报名了课程之后，其实你会先解锁了所有的课程权限。那这个时候，我鼓励你可以先在开课前预习一下。也或许假设，比如说你是选择前端的同学，但是因为接着你在学习上的时候会跟后端的同学一些实作，所以或许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去补一下2至3的后端的你没有专精的那个部分的一些资源，会在实际上开课之后对你更有帮助。好，这是两个大致上规划出来的学习路径。那如果你今天是零基础的同学，你想要加入4月的进度班的话，我觉得非常欢迎。就是如果你只要时间肯投入的话，也是做得到的。对，所以但我这边就是一个简单的举例，两个不同的情境，应该可以 cover 到现在会议室里面大多数的听众的状况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所谓的挑战跟进度班，其实它在权益上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基本上我们也都是评估过说，在学习的历程你会遇到的困难等等之类的东西，都还是有办法被解答的。好，首先第一个东西是在进度班的地方，因为我们过往其实是比较规划说，就是让大家按部就班，用时间去督促你这件事情，所以在比如说，学习2至1、4周的课程的话，你每一周只会看到当周的课程的内容。可是，在这一次的半年转职挑战的话，我就会让你一次全部解锁这些的教材资源，你可以自由的进行学习的配速。那在教材阅览权限的话，其实都是不限期的，你只要购买了 AC 的课程之后，都是可以终身阅览的。那刚刚也有稍微提到说，其实从就是各个学期大概每2周都会有一次的工作坊。那不论你的学习进度到哪里，你都可以根据 AC 有公告出来的工作坊形式例，然后就是随时加入这样子。那通常比较常发生的时间会在礼拜 2或是礼拜 3的晚上。那如果你没有加入到的话，也都没有关系，就是在会后的话，我们都会有会后录影，然后你可以就是在你方便的时间进行补带。那只是如果你时间允许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鼓励你可以在利用工作坊的时间跟助教有一个很及时的互动，然后及时的解题，去跟着那个解题的脉络，就是把资源，就是你要学习的项目学习得更扎实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日常我们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小的作业，但如果你在半年转职的挑战中的话，就是日常的小作业的话，其实是助教是不会帮你批改的，这部分是权益上的有一些些的落差。不过其实你还是可以透过我们的不论是 model answer 或是其他写的很好的同学的作业去看了一下别人怎么解这个题目，因为一个题目其实有绝对不止一种的解决方法，你可能看了10个同学，可能会有5、6种，甚至就真的有10种不同的解题的方法。那中间会有些人的方法可能写的相对比较复杂，有些人会写的很干净利落。然后，我
自己作为我也在 AC 学习的一个也是学生之一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有时候观摩作业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惊喜，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在自修的过程中也绝对是可以 cover 住各位同学的需求的。那再来的话，针对于学员的日常的 QA 问答，在过往的进度班中的话，是你只要在每个教材底下的留言都会有助教去回复，但是如果在半人转职挑战的规划中的话，暂时是没有这一块的。但是刚刚有提到说 AC 其实规划了，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社群，不论是现在在学的，就跟你一起的同学，或者是已经毕业的校友，或者是业界已经很资深的5、6年甚至更久以上的工程师们，其实都在AC 的 Discord 社群里面。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鼓励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你的问题提出。当然，我们也会鼓励你是用聪明的方式进行问答。你如果只说啊，我想要解决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可能大家会很难帮助你。我们都会鼓励大家的问答方式是：哦，我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尝试过了什么解法，但是我没有完成这件事情。那我尝试就是让你的更具体的遇到的问题可以被大家辨识出来，以及有时候我们会邀请大家分享你的程式码或你们的截图，让大家知道你发生了什么状况。在这样的状况，在这个社群里面，其实的我觉得 AC 的问答的状况都是非常健康的。那在刚刚提到说，其实从学期一到学期23这230个小时的学习历程，我相信还是对大多数来说的同学来说，如果一定要叫你自己念完230个小时，然后去写期末考的话，大家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怕怕的。所以虽然在日常作业的批改上中是没有到这个资源的，可是，在学期一、学期二之一、二之二、二之三、这四个的结束的节点上，我们都有一个各自的技术验收。所以，如果你在这四个技术验收的检核点提交你的作业的话，都一样会享有3天之内回复的权益、批改的这个权益。所以，在学期一到学期二之一、二之二这段的期末技术验收，我们是不强制同学必须要提交的，但是我们非常鼓励，如果你是从零基础的开始的学员的话，在这样子的检核过程中，可以帮助你验收到说我自己在这个阶段是不是有完成这个时候该学习到的能力，这样子。好，这是在挑战权益上跟大家说明的地方。再来的话，就是跟大家说这个优惠真的是超级优惠的，就是在 AC 过往的课程中，如果从学期一到学期三的话，总共是81,000的费用，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还有在这一次的规划中，到学期一到学期二十三的教学资源里面，原价是46,980，现在是打64折，只要大家不用3万块的价格就可以开始这样的学习，而且这里面还有含我们的数位职涯 RPG。所谓数位职涯 RPG 是我们跟业界的几个就是领导的品牌跟科技公司，透过实务上去工作的状况，让你了解到说，哦，如果我今天要成为一个前端工程师，我会做什么事情？我作为一个后端工程师，我会做什么事情？我如果今天是一个产品经理，或是一个我跟城市的开发部门的协作的同事的话，我会经过什么样的就是工作的日常？从这件事情也可以更帮助同学找到说，啊，我如果我要在学习二至三选择到底是前端或后端的话，会更有一个方向。所以这是在学期一到学期二至三，在这一次半年转职的规划，提供给大家的64折的超级优惠的学习方案。然后如果你通过的话，你就会拿到专属的续报的链接，那就会用9折的方式可以续报我们的学期三这样子。好。这是这一次的半年转职挑战的一个介绍。好，工商时间大概到这边，那我们接着再回到就是很多人就是 QA 的地方。好，我看到蛮多人也在问说，就是平均的起薪跟薪资的成长性，就是不知道工程师这个职位到底是好或不好。我可以先请问一下 Chris，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你面试了蛮多的职缺，那这些的。你拿到的 offer 的，他们开给你的薪水的 range 大概在什么地方？我目前的 range 大概是在70到80万年薪这个 range 上下。那其实这个也取决于地区，然后也取决于你的能力。然后如果你想要挑战外商，那当然薪水就又是更高一个级别。那前提之下就是你的英文能力要够好够强这样子。对，所以这个 range 其实是依个人而定这样子。
了解，那我们可不可以请Victor 跟我们分享一下业界现在比较普遍的起薪跟它的大概成长性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从我们的毕业生收集到的资料，大部分的人起薪平均大概是4到5万左右。那我们不久前其实也有听到，我们有一位就是能力非常强、很厉害的一位毕业生，他也是成功，就是在第一年就是有破百万的那个年薪。了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AC 很骄傲的成绩单，就是刚刚讲到说 AC offer 给大家的不只是学习的资源，也是希望帮大家就是顺利转职，所以在AC 的毕业生里面，只要在毕业3个月内的就业率，现在是高达96% 的非常高的一个数字。那刚刚有稍微提到说起薪，其实每个人的状况是各自有一些差异的，但是 AC 的学员在薪资的成长性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也都是非常可观的。我们的毕业校友在毕业3年后的平均薪资落到106万，所以这一定是包含了就是某些比较低跟别人比较高的同学的均值，所以大概大家可以稍微感觉一下那个 range 在哪里。然后，因为大家各自的背景也不一样，所以在毕业薪资3年，很多的同学也都是因为想要追求职涯的更好的发展性才来到 AC。所以我们有统计了一下，就是大家从毕业之后3年的平均薪资跟这个成长，大概有146% 的成长，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我们在 AC 非常骄傲的一个成绩单。这样子就是的分享给大家这3个关键的数字，96%、106万跟146%，对。再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像有一些同学问到了说年龄或学历的歧视问题，就是应该说，我觉得与其讲歧视，是对于自己在学历或是年龄上的一些担心。那作为一个就是在业界的担任这么久的面试官来说，你在去选人选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考量吗？或者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一般我在看履历的时候，我其实不会去看当然那个学历的话，我其实不会去看。我主要看的就是你是如果是转职的话，什么时候开始学就是程式，那然后之后我就会开始去留意作品集啊，你可能会的程式语言啊等等的。我其实最在意的是这一些，对。了解，我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过往的一个另外一位助教魏的经验分享，就是他就说他自己的话是大概30岁左右转职。我知道，我在提问中有看到有些人说40岁可以吗？50岁可以吗？我觉得其实都没有不行，那前提是你愿意用多少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你是40、50岁的朋友，不好意思，我可能不一定知道你现在的薪资状况，有可能就是你现在已经在一个还不错的收入水准，但是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环境。所以刚刚也有稍微分享到说，起薪大概在那个 level 是一个常见的区间，当然每个人的能力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事情。但是，在刚毕业的初期之后，是有可能比你既有的职位的薪水来得少的一些的。那我就会问的是，你愿意接受这件事情吗？那转职工程师的好处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刚有听到说，其实学员的薪资成长幅度会越到后面是成长越漂亮的。所以，作为一个持续在跟科技接轨、跟趋势接轨的地方来说的话，薪资成长性我觉得不用担心。以及，因为它在跟这个持续迭代的程式语言在持续学习进步，所以你的能力是可以带着走的，职涯也都会有这些发展性。所以，如果我觉得每个人的各自在职涯上的条件不一样，有些人有了家庭，有了其他的经济的压力等等的条件跟自己的兴趣偏好都不一样，所以我会鼓励大家的是一一的排序这些项目。如果你接受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几岁启动这件事情都不是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刚刚像 Vitor 有分享到的是，这个人接触这件事情多久了？那他做到了什么样的成果？究竟可以在公司里面带上什么样的贡献？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在转职成工程师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这样子，好。刚刚分享了蛮多的东西了，然后我不确定就是有没有一些刚刚比较后来加入的朋友还没有进到 Slido 进行提问，所以在这边小小的休息，应该说我给大家1分钟到2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还没有进行提问，或是你想要扫描一下其他人的问题的话，欢迎你进到 Slido 进行提问。那如果刚刚听到了一些故事分享，已经有一些对你有一些 input 的话，邀请你填写回馈问卷。那
我们让大家扫描填答一下之后，大概在1分钟后，我们会切到 Slido，然后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好，然后也看到我们的小编有把包含提问的Slido 的连接跟回馈单的连接也都丢到了聊天室，所以如果有朋友需要的话，也都可以在这边。稍等我一下，我切一下大家在 Slido 上的提问。好，想确认一下大家看得到我 Slido 上的画面吗？如果我看得到的话，帮我回一个 Y 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看到现在画面是正常的。好，那我们还有大概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就先来一一的回复一下大家很踊跃的提问吧。职涯的规划、转职原因、非本科系的转职事项、目前的工作时间跟薪资，好像大致上被 cover 到。但是我问一下 Chris，目前的工时大概是怎么样子？几点上下班？其实就是正常的朝九晚五这样子，然后除非有特殊，就是工作上处理不完的原因，就会自己留下来把事情完成。所以这个工时其实应该都是算正常，然后剩下就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这样子。了解，好，谢谢 Chris 的回答。好，再来这一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最近都蛮关心的题目，就是最近其实有蛮多的软体公司都有大幅度的裁员，然后就职20多年的员工也被无预警的裁掉，显示工程师确实可能有中年失业，无法借龄退休的高风险。那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新血来说会不会有影响？我想要先问一下，业界的大佬就是 Victor 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对啊，的确就是蛮多，就是尤其是外商啊或国外的软体公司都有大幅的裁员嘛。那我们有观察到的就是，其实被裁的不只是工程师啊，但其实也有其他像是行销啊、人资的，我觉得都一并都是有在这一次的裁员中被影响。那我觉得这我觉得是一个经济泡沫的效应。那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那2000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那个网络的那个泡沫嘛。那当时其实也是蛮多人就是有失业。那比起过去20年前的那个泡沫，我觉得这次的差异是因为蛮多公司都做了像是数位转型啊，或者一开始就是所谓的Cloud Native 的公司，所以其实在工程师的需求上是其实还正在增加。那我们 AC 其实有正在其实每天都有在观察台湾的求职的这些工程师的职缺的数量等等的。那我们过去半年几个月都其实看到，其实没有影响，反而正在增加的趋势。那我觉得要了解，就是这些软体的公司，其实大部分都还不算，就是就是还在亏钱的，就是一个这个营业的模式中，所以这样的一个调整，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过渡期，那我们大家都会稍微调整一下他们的 hiring 的策略。但其实以大规整体的业界来说的话，至少在台湾的市场，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太大的影响。了解，然后我想问一下，Chris 说你目前的话，你的履历还是开着的，对不对？所以听说还有持续有收到一些面试的邀约，是吗？对，平均在一个月也会有两三个工作邀约，这样了子。解，都是软体的工程师，软对。体工程的邀约，对。OK，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也回应到了刚刚就是 Victor 分享的资讯，就是其实业界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还是大的。然后多跟大家分享是，我个人这边有接收到的资讯是说，第一个是这些科技的巨头的裁员，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前几年从疫情发生之后，大家开始就是所谓的宅经济或 remote 的东西兴起之后，那这些的科技的公司当然固然很希望快速的去增加自己的就是不论是 market share 或是营收的状况，所以很快速的增人跟扩编。可是当这个疫情的状况也反转了之后，就是当初的
过于快速的扩张，你就会有一个需要被有点，我姑且称之为校正回归的一些状态。以及我得到了另外的资讯是，许多从这些大公司离开的，不论是软体或者尤其是应该说，尤其是软体的相关的技术人才，其实很多都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被其他的公司挖角走了。反映出来的东西是，过往我觉得科技的公司就是我们很明确定义在科技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更多的公司现在也都是跨产业在做数位转型。我做服饰业，我或许也需要电商，也需要一些这种硬体的软体的技术资源。我做金融业，我在 FinTech 上面也都会有很多各自不一样的发展。所以其实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只有专注在科技业本业，它可以跟各式各样的产业进行互动。所以我觉得说要。中年失业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就是它只要你是一个够优秀的技术人才，我相信应该都是有办法，就是很快的被其他的公司就是去雇佣或是重用的这样子。好，谢谢大家的这个提问，我看到这都是大概10个同学，就是或者10个观众的顶上来的题目。再来的话，关于 AI 最近的ChatGPT 这些东西超红的，那所以会不会其实 AI 会影响到软体工程师的需求度呢？想问一下，这题我想要请Victor 帮我们回应一下。好啊，那我其实觉得，这也是我过去就是 ChatGPT 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我是有跟其他公司的，像是他们的 CTO 啊、技术的团队的 leader 啊，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其实大家担心的并不是工程师被 AI 取代，其实他们现在是认为，大部分的认为，其实软体开发，尤其是在开发系统或者前端的时候，其实那个越来越复杂嘛，那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如果 AI 可以帮你把一些比较简单的程式嘛，那些都帮你想好的话，那其实我们人啊，就是在思考的时候就可以往更高的一层的那个层次去思考，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那同时就是你可能偶尔会遇到，程式码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那可以请 ChatGPT 就是及时的先帮你确认一下。我觉得这类型的用途对于我们工程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它本身是无法把一个很复杂我们各种人的需求就是串接起来，把一个系统就是建立出来的，这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绝大部分的认为其实是一个很，它将会是成为你在成为一个工程师的一个很好的伙伴，但它是没有办法取代你的。了解，谢谢 Victor。好，然后有人问到说，如何分配时间学习？半年转职是全职的学习吗？还是一边工作也可以做到？这题我相信刚刚 Chris 的分享中有稍微回复到，就是 Chris 是在不算到全职的工作，他算是兼职的工作完成这件事情。可是，在半年转职的这次 AC 的规划的方案中，其实我们相信大家就是半年就算是你一边工作一边学，就是学程式也都是有办法做到的。然后一样是跟年龄相关的题目，说，年龄较大的转职者，除了基础能力之外，市场上或许就会倾向于选择年轻新人。那我这边就想要问一下 Victor，对于大龄转职者，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更，就是给他们在求职策略或学习策略上的一些建议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虽然说大家会觉得哦，转职就是可能基础不够，然后是一个缺陷，但我其实认为就是，其实你过去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嘛。那我过去其实有遇到，就是这位学员他可能是在忘记是物流的产业嘛，就是在一个物流产业做 operations 的。那他转职之后，其实对他来说非常有利，挑对了有利的战场，他就是选择了一个物流的一家公司。哦，软体工程师，那这是他过去转职的那个工作经验，就变成了他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次，我觉得这就是要挑对战场啦。那如果你选择去投一家，可能就是草创，可能就是3到5人的非常小的新创公司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愿意在时间上做那个投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如果你觉得可能精力不够，那可以稍微挑一点，可能是中型的企业啊等等的。我觉得挑对战场、选对公司很重要。那其实过去工作的转职前的那个工作经验，可以是你的优势。
关于这点，我觉得我大概有三个小点想要补充。第一个就是刚刚 Victor 其实有提到的是，就是过往的经验，其实在产业的经验里是你的养分。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除了在你熟悉的产业是一个加分项之外，就是也有一些的产业是它的主要的受众就是相对比较中年龄或者中高龄的。就是客户是他们的受众，所以当你如果更能体会这些人的生活情境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或许你在开发的时候就会更有帮助这件事情。以及我觉得在比较大龄的转职的求职者上面，还有一个优势是相对于刚毕业的新鲜人之。就是之余的话，其实大家在职场上累积的沟通的这种软技能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在年龄上不是一个问题，然后在策略上，我觉得刚刚 Victor 也给大家一些很好的提醒了。非本科系也没有工作经验，完全零作品吗？可以吗？有，可以。刚刚有回答过了，就是我们这边不论是从学习的资源、累积作品，或是求职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帮助你。好，再来，有人问到说，工程师需要什么样人格特质才适合呢？这个我想要问一下 Victor 有没有在面试的时候，我的理解会是，如果是比较 senior 的 person 可能还好，但是如果 junior person 或许人格特质是一个你会关注的点吗？那如果是的话，就是你会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让你就哦眼睛一亮，这个东西加分。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可能得看那个公司是哪类型的公司。我之前那个表是做软体的产品的嘛，那我个人当时最在意的是，诶，他对使用者所遇到的问题，他会不会就是同情，有没有那个同理心？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喜不喜欢就是去解决问题嘛，因为毕竟工程师我们手边上，诶，无论是要开发新功能或者解决使用者问题的时候，本身就是需要用那个拆解问题，就要有那个拆解问题的能力啊，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讲一般的人格特质的话，非产业特定的，当然应该就是主要对我来说就是这两个。了解，谢谢 Victor。程式学习到何种程度才找得到工作？好，如果是用 Chris 的案例的话，就是学习二至三就可以找到。那如果你可以更早的累积各种实力的话，我觉得也都 OK 的。我打算全职投入前端工程师的学习，要学到什么程度才能开始投履历呢？像刚刚如果是 Chris 的经验的话，他从二至二就开始投履历了。那非本科系转职除了HTML、CSS、JavaScript 是必学之外，还有哪些筹备知识呢？这个我稍后让我 park 一下哦。然后第三个题目是前端工程师的前景，尤其是南部如何？那前端工程师的我觉得不论前端或后端，刚刚有讲到说平均的起薪跟薪资的成长。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补充一个资讯是，其实不论是你人是不是身在南部或北部的本身的薪资落差之外，现在也超多的职缺都是开放 remote 或是混合办公的形式，所以地区或许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那但是刚刚第二个小问题说就是哪些必要的知识，我想要邀请Victor 再帮我们回复一下。如果是讲，因为他后面是问前端嘛，所以我猜也这也是就是前端工程师。那这样的话，前端工程师目前一般就是会期待至少会一个前端的框架。那这个前端框架的话，就例如好像是 React 或者 Vue.js 这两个。那如果是向往比较就是所谓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公司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要求就是要。除了知道结构以外，演算法也要很强。当然，我觉得就是看公司不同公司的需求，但基本上以前端来说的话，还是会需要至少懂一个前端的框架。了解，好，谢谢 Victor。资料科学家分析师的职涯路径，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比较 focus 的是在网页开发的工程师，所以这一题的话，我想要稍微调整一下，我想要问一下 Victor 说，如果是有资料背景的技术人的话，你在跟他们协作的时候，会有发现到他们有什么优势的地方吗？哇，这一题我觉得吃掉吗？这个我可能得想一想，是应该是称为什么数字对数字敏感的程度吗？还是我觉得统计学啦，很多时候那个蛮重要的，了解。就是手边上如果有资料的话，你如何你
你花足够的时间，你鞭挞它，它可以呈现出你要的的 insight 等等的。但这个可能我这样没有办法回答，还是需要点时间想想。了解了解，没问题。我觉得就是稍微回应一下的话，我觉得是在资料的跨域人才上，如果你是做后端的工程师，需要跟就是资料库有更多的互动的时候，有资料的更多的概念，这些东西会帮助你会有更好的达成工作目标。但是我觉得科学家或分析师比较不在我们今天 cover 范畴，所以就是这个同学不好意思，我就稍微 skip 掉你，就是让我们后面的东西继续进行。友善前端工程师较稳定的产业有哪一些比较有机会进入吗？我的猜测哦，我的就是对，就是我想要解释一下这个题目是说，刚刚也讲到说，除了科技业之外，或许有不同的产业，比如说金融、服饰等等之类的产业，也都会有前端工程师的需求。偏稳定的产业，Peter 有什么观察吗？哎，我 AC 毕业生去的公司真的是蛮多元的。如果硬要说是偏稳定的话，保险业算定嘛，金融业当然比较少会听到，但保险业就是一般就是正常的保险业公司的确是有。那不然的话，就是可能是台湾就是中大型的企业，就是公司已经相当稳定。其实大部分都有啦，但特定产业我目前是想不到有什么可以特别列出来的。了解。我觉得这一题可能另外一个回应的方式会是说，在各个产业本身就会有一些是比较高变动性的产业，然后有一些是比较接近，我姑且称之为传产或是民生日用这些，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刚需，然后长期也都是一个稳定的产业的话，在这些公司里面，我预想它的就是。应该可以比较符合。假设你是说我期望的是工作量、工时的稳定，或是薪资的稳定度的话，或是职缺的不要大开大收的这种东西的话，相对于纯科技类的公司，我觉得或许是一个就是可以思考的方向。这样子，好。工程师有很多种，如何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只是学习之，学习之后直接担任工程师，还是从助工做起？Peter 就问，就是如果是以软体的工程师，应该比较没有助理工程师，对不对？因为我的理解，好像助理工程师比较出现在半导体那种硬体的科技业比较会有，对不对？软体这边比较没有助理工程师这件事情。对对，没错。软体工程师的话，就是学习毕业后，然后就直接担任软体工程师了，没错。所以在软体工程师的职涯来说，就是基本上一进去就是叫工程师，然后只是根据你的能力跟就是持续的年资等等，这就变成资深，然后到就是主管这些的就是职位这样子。好，希望解答到这位同学的问题。文组背景如何有效率跟有效益？然后兼职进修有小孩的状况下转职，何种的转职取径比较容易转移？我觉得如果是用文组跟兼职的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其实刚刚大致上有 cover 到就是时间上的安排或者非本科系的一些顾虑。然后我这边多分享一个是有小孩的前提下，就是。我作为也在 AC 学习的一份子，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分享学习是，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线上的读书的空间嘛。然后作为也在分享学习是出没的一员的时候，我知道有些的爸爸妈妈们会在早上，就是假设小朋友可能6点半起床，然后接着要帮他们送上学，然后之后自己要去工作的状况下，有些爸爸妈妈会选择在比如说早上5点半到6点半的时间开始一个小时的晨读，在小朋友都还没有起床之前，或是有些人是在小朋友睡觉之后才去做这个自己的持续的进修学习的部分这一块的东西，是我想要跟这位提问者分享的地方。然后何者的转职取径比较容易？后端吗？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我先用我的方式回答。如果等一下 Victor 有其他想法，可以再欢迎补充。就是取径的转职，我觉得应该说思考的点是这些职缺多吗？
你具备这样的能力之后，市场有没有这样的需求？那如果是的话，那 AC 提供的东西，刚刚在开头的分享有提到说，就是我们教的是以 JavaScript 为主的程式语言，然后它的职缺需求量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你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偏门路径的时候，或许到反倒会是在转职上比较困难的地方。但是因为前后端工程师 cover 的程式语言其实也非常多种，都有可以教前端或后端，所以在 JavaScript 上，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蛮好的路径。想问一下 Victor 对于这题有想要补充的部分？哎，我觉得后端、前端的话，也要看你自己个人的兴趣啦。那在 AC 的不同学系，你就有机会接触到前端跟后端嘛。那我个人就是比较倾向后端的，因为其实对企业版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对资料库啊、伺服器这类型的，我就在念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不介意就是多花点时间，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学习的时候也比较好，容易上手，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也可以看自己个人的兴趣啦。了解，然后会日语、英语等外语对工程师工作会加分吗？我觉得这一题刚刚其实 Chris 有稍微回答到，就是会，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找外商公司的话，如果你会日语，然后找了日商公司，会英语，找了各式各样 global 的外商公司，我觉得都是有加分的。然后从刚刚 Chris 的分享中也稍微听到说，就是外商的薪水确实在某些地方是比较好的这样子。非本科系后来去自学的人大概有多少占比？这个东西我可能比较现阶段应该说，我们比较不会太主动去询问每一位学员他自己是不是非本科系出身这件事情。我只能从比较直化的分享跟你分享说，就是有很多 AC 的同学是非本科系，然后有转职成功的。对，然后有人问到了健康相关的问题。就做过雷射有干眼症，后端需要8小时看电脑吗？就是 Peter 怎么看这一题呢？这个可能也要问 Chris 吧，Chris 你应该每天应该是有超过8小时，应该会看电脑对吧？这个部分其实也不一定，但我觉得不是局限在工程师，有时候连其他产业也是，因为现在是资讯化嘛，所以电脑的需求一定是越来越高，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应该是。大家各产业都是要看电脑这样子，对。那了当然就解。是如果有眼睛上的，可能像干眼症的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就是你做个，例如说1个小时，然后你就起来休息个15分钟，那这样子其实对眼睛也是有帮助这样。我觉得好像在就是如果我的说法有错的话，就是欢迎两位来纠正我。但是我的理解是，做工程师的话。势必面对电脑荧幕这件事情是无可厚非的。然后，但是如果是跟工程师协作的伙伴的话，举例来说，以 PM 来说，PM 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专案的管理、优先序的排序，或者解决问题跟人的沟通上，或许也是一个在对于软体领域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的方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两位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大部分绝大部分还是需要用电脑吧，OK，电脑荧幕好，这部了分解，逃不了。对，好，谢谢 Peter 纠正我了一下，这样子，推荐从哪个程式语言开始学习？就是 JavaScript，就是现在职缺最多的语言。然后校友都在哪些公司？然后待遇如何？待遇的部分，刚刚有分享到说，不论起薪或是年资的，就是年薪的成长空间。然后大的公司的话，我的印象，Amazing Talker 有嘛？然后新东方的创办人也是我们的校友。然后 Peter 可不可以再跟我分享几个，就是比较有印象的案例？之前有 Amazing Talker，然后刚刚有说到，就是可能会日语还是英文会有优势的嘛？那刚刚我就想到，其实我有位毕业生就是加入了日本的乐天他也是找到工作之后就被他现在是在日本工作，这也是毕业后就成功找到的一份工作。那当然就是如果在国外的话，待遇的话就会有他们那里的产业的一个 range。这样，还有什么吗？我目前想到的就主要是 Amazing Talker 跟乐天这几位，对。我看到聊天室有一个朋友问到说，Rick 问说，后端学 coding 需要学会哪些程式语言？这个的话就是。后端 coding 要哪些程式语言？其实可以学的程式语言蛮多的啦，但如果单纯是目标的话是转职成功，那职缺最多的其实JavaScript。没有问题。好，然后 user 的提问，2033班的这位状况，
我觉得这比较个案的状况，我想要麻烦你，就是可以私信我们的小编 Tiffany，把你的联络方式留下，然后我们稍后就是私下再回复您，好吗？好，然后因为现在时间到了8:56，所以就是还有一些问题，或许还没有帮大家解答到，就是比较不好意思，但是也都欢迎，就是大家可以来讯 AC，让我们知道这样子。然后我想要稍微切回一下投影片，稍等我分享一下。好，在最后几分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加入的听众的报名专属福利是，有我们的线上自学者的学习圣经。刚刚讲到了说，就是 AC 不止要教你学会程式，帮助你转职成功，也希望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学习。所以在今天加入现在的说明会的伙伴们，就是只要在2月19号前参加了半转职工程师的挑战的话，都可以获得这一本就是我们的线上自学者的学习圣经这本电子书。好，然后稍微 recap 一下今天在跟 Chris 的分享过程中，跟发展转型挑战的一些事情。首先，在 Chris 的成功心法的话，它其实就是零基础，然后按部就班的跟着 AC 开始学习，然后在职进修也绝对是 OK 的。然后刚刚我们也从 Chris 在持续接收到一些面试邀约的状况下，知道说虽然听起来好像最近裁员潮看的好像人心惶惶，但是业界其实对于科技技术人才的需求仍然是非常强劲的。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准备作品集，公开你的履历的话，职缺其实就会自己来找你。当然，你越积极的想要去朝向你想去的公司前进的话，也当然都是越好的。那你想要去什么产业的话，都可以欢迎你准备什么样的作品，以那一个产业实际上会遇到的问题，然后用你的方式、你的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帮他打造一个实际上有用的产品跟作品，其实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敲门砖这样子。然后在课程的优惠的部分的话，只要报名半年转职工程师挑战的话，你就可以马上开始学起1天学期二的自修。然后教材的浏览权限其实都是终身的。那这一波呢，其实就是限时的64折优惠，只有在这一波就是之后就都没有了。然后刚才提到说，我们接下来的话，其实会有4月24跟7月10号2班的学习三进度班。那如果你只要在6月30号前的话，你就可以加入7月10号的进度班，然后会有9折的优惠，然后越早交卷就可以越早转职成功。所以你越早交卷的话，如果你4月就交卷，可以加入4月24号的进度班。那刚才提到说，AC 提供的东西其实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教学的教材而已。我们除了教材之外，这个教材都是以业界的实务需求去设计过的。那加上我们其实有非常强大的校友的社群、学员的社群，然后以及在跟我们也非常珍惜跟所有学员的互动的机会，帮助你及时的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每双周我们都会有双周的线上工作坊。对，好，所以时间差不多，就是跟大家分享到今天到这边那、啊、如果你对于因为刚刚时间关系没有把所有朋友的问题都解决到，所以如果你对于不论课程机制或者是学习的过程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你在回馈单上填写，然后或者是来讯 AC，不论来信或是来我们的网站填写资料，或者是来电也都是 OK 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你在城市学习的路上有更好的发展跟就是产出这样子。好，因为 AC 一直都是一个 outcome first 为我们的理念的一个单位这样子，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就是帮助到大家。那还没有填答就是回馈单的朋友们，希望你可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填写我们的回馈单。那我们小编应该也有把同时把这个资讯放在就是我们的对话框。好，我看到小编有把资讯放上来了。好，那今天活动到这边，时间也差不多收得蛮刚好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各自的收获。那我会在这边再留个2、3分钟，如果你还没有填答问卷的话，可以扫描上面的 QR code。然后就今天就谢谢大家。